环影视四十载，高朋满座浓情盖，肥肥开心影视情怀四十年，现在开始。唔经唔觉，我喺呢个影视圈已经有四十个年头。喺1960年，我只系个黄毛丫头，已经好幸运咁样实现咗自己嘅梦想，正式踏入娱乐圈，有机会接拍唔同嘅国粤语片。到咗1967年，我进入事业嘅另一个阶段，跳入电视圈，加入无线嘅大家庭，经历人生好多嘅第一次。更加难得嘅就系、是、一个本来唔识唱歌嘅我，都可以有机会作多方面嘅尝试，踏足歌坛，组织情侣合唱团同埋四朵金花。之后我喺影视圈实行多线发展，希望能够不断咁挑战自己，丰盛自己嘅人生，更加满足至少已经注入内心嘅明星梦。当你见到天上星星，可有想起我？每一个艺人最大嘅心愿，就是可以在各位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金比星星笑得多？开心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接合，希望我的招牌笑声可以感染到大家。你记起当年往事，你又会如何？入行四十年，我历尽无数嘅甜酸苦辣，令我自己不断成长，同埋获益良多添。可会轻轻凄然叹喟，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。多姿多彩的生活，最开心的就是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，同埋多年嚟一直支持我的观众。我像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爱过，更让那悠悠光非常之高兴，好多朋友嚟参加我肥肥开心影视情怀四十年呢个 party。 喺呢度首先同大家讲声多谢。今晚演出嘅嘉宾好多好多，包括有我偶像梅艳芳、刘德华、我嘅好朋友邝美云、潘迪华，仲有 EYT 嘅一班精英、TVB 大家庭嘅靓女。有郭士尼、袁子维、吴以莉、徐子淇，仲有 EYT 嘅一班精英，多谢各位。咁除咗台上演出嘉宾之外啦，台下亦都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嚟到支持我噃。哇，仲有好多啦，嚟自世界各地添啊，包括有嚟自加拿大我最敬爱嘅许佩老师，仲有嚟自 Bangkok 嘅嘉玲姐同埋佢嘅丈夫 Bling。我銀色鼠隊各位兄弟，包括我大哥張聰嚟自台北，三哥陳志強，四哥陳豪嚟自新加坡，五哥秦祥林嚟自 LA， 六哥鄧光榮，仲有我好朋友梁小玲嚟自澳洲，仲有 EYT 嘅一班同事添，啊，仲有噃，係糖糖啊，吳思遠啊。阿佳哥啊、雪梨啊、陳淑芬、David Chan、林燕妮，仲有翁虹添。另外咧，仲有我好朋友張耀永夫婦，仲有 EYT 嘅元老蔡和平夫婦、鄭佩佩、姚偉，同埋 EYT 嘅同事，仲有所有 TVB 幕後精英周梁淑怡女士同埋劉天慈，多謝。
謝多謝各位好朋友，真係好高興啊！咁啊，今日咧 TVB 就好錫我喎，咖啡今晚唔使你咁辛苦啦，唔需要你成晚咧企喺台上面做司儀，揾兩個拍檔咧嚟到幫我手喎。呢兩個拍檔真係犀利啦，一出咧一個變兩個，兩個變四個，肥瘦高矮就樣樣齊啊！我哋有請曾志偉、陳欣傑。飛豬 ，Hello， 恭喜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哋翻翻去我哋台上面講嘢嗰啲粗重嘢，等我哋啊，美姐。哇，乜今日咁好啊？今日滔你講嘢啊，高朋滿座，冚唪唥粒粒巨星。唉，咁冇你喺度，我哋邊度出到啲咁大大場面啊？真係。係，唔好咁講啦。你哋多謝你哋幫手就真的。唔好咁講，其實真係你自己嘅完全夠夠份量。如果唔係夠份量，點能夠四十年喺演藝圈都屹立不倒？點解四十年之後有咁大嘅場面？你大家話係咪啦？係，唔好咁講啦。多謝 TVB 啊，俾呢個機會我。唔淨止咁喎，呢四十年嚟咧，一路都係天王級、天后級嘅人馬喎。哇！呢個樂壇啊、電影啊、電視啊，一路都紅霸啦，冚唪唥正啊！肥姐出嚟坐陣，冚唪唥立正。哇！其實冇得傾啊！哎呀，你唔好亂咁講啦，真係。唔單止啲好朋友嚟支持你喎，仲有一班善長嚟支持你，知唔知啊？係啊。今晚所有嘅收入扣除開支之後全部係捐曬去公益金嘅。咁喺呢度咧，多謝各位善長仁翁，多謝多謝。揼埋錢嚟支持你。係，多謝多謝。你知啊？嗱，今日咧，你所有好朋友都係你陰點嘅，包括咗我在內咧，都係要喺度咁啊，因為咧襯托到你咧唔係好肥啊嘛。但係另外一樣嘢，我想知嘅就話，今日你能唔能講俾我哋聽，究竟邊個先係你真正嘅閨中密友咧？乜嘢閨中密友啊？我知啊，閨中密友即係招曬你嗰啲身體邊度每一條紋啊！你有冇搞錯啊？真係㗎！冇唔怕啦！你早排先至講咗你嘅三圍五啊一、四啊八、五啊八，大家都招曬你冇所謂。我啲三圍係約膜嘅啫，根本唔知係七啊幾、八啊幾、九啊幾嗰啲啊！唔係冇所謂冇所謂，我哋早有預備啊，肥姐嗱，睇睇咧年青時代嗰陣時嗱，求學時期咧，我哋揾到個咁上下嘅求學時期嘅你，究竟係幾多磅咧？聽聽先。153磅，求學時期啫嘛，十幾歲已經100幾磅都算幾犀利噶咯喎，咁但後來20多歲青春期嗰陣時係點？係啦，20多歲嗰陣時你幾多磅啊？我167磅啊。都係加咗唔係好多啫喎，好啦，到嚟有31枝花嘅時間，請問你有幾多磅啊？175啦，嗰陣時已經。咦嗱，如果問大家計下啦，如果係咁計咧，平均每年入行咧就1磅到，而家入行40年，即係幾多磅啊？心中有數。400多磅啦。咪搞錯啲。我可以俾少少 tips 嘅啫。我可以俾少少 tips。你俾 tips？ 係啊。點俾法啊？嗱，你唔信啦，有啲片俾你睇㗎。你參加？你咁肥點參加得啊？哦，我好肥咩？我得200幾磅啫嘛，哦。嗱，聽到未啊？200幾磅呢個第一個 tips。你姐，大家老老實實講啦。雖然有時平時睇你嗰個外表形象，尤其是喺啲遊戲送禮物俾觀眾嗰陣時，好誠懇嘅樣。其實有時咧，佢擘大眼喺度車大炮。喂，你幾時擘大眼見到我擘大眼講大話？我就擘大眼咧喺度睇過你曾經咧，好當住好多人車大炮。而家就俾個片段俾你睇睇，唔想一齊望。少爺叫我有咩事啊？今日你都仲未放過。哦。幾多磅？180磅啫。個磅都已經硬硬聲啦，成200磅，你都話180幾磅，係咪車大炮你話？唔係，呢啲係做戲啊，即係對白嚟嘅。必於我講大話，其實可以俾少少 tips 俾大家嘅啫，都係啊咁樣差不多咁啦。唔使理，我哋睇下智慧下邊咧，問下啲老友幾實知嘅。好啊，等我嚟啦，老友都未必知，一定要高層嘅，因為高層同住接觸，知道肥姐有幾有份量啊嘛。高層兼麻雀腳添啊，汪生你好，汪生。我唔係麻雀腳喎。係嘛？你淨係高層啫係嘛？我又唔係。係啦，汪生，你。